等一下，连麦断了，没关系，我先正常跳一个，然后再给你跳这个。毕竟你花钱了，我服务要到位。其实我真的不想跳的，我因为我跳着，我想起那个保加利亚妖王，然后一直在那这样子啊、哦，我觉得我没有太辣，我真的我不行啊，我觉得我没有他，我没有他骚，我真的。要不是来个第七套广播体操，能不能不第七套啊？能不能第二套啊？我会做第二套。这样子吧，我给你打个折，第二套吧。我不会做第七套，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他还没有到第七套，我年龄比较大。那我们就第二套吧，时代在召唤，行吗？第二套全国广播体操，时代在召唤。我没想到我穿成这样跳广播体操，预备，一，早就不穿衣服了，你有病是不是？六，七，八，二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不是，我真的要说一句啊，三，二，三，不是，你要点这个，我为什么还要去换衣服？广播体操，你有毛病吧？在召唤，你这是震惊我全家！预备，起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。你快跳！我们这不是在跳着吗？啊！有病！我们在跳吗？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六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七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九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十二三四五六七，停。哎，我跳完了，我为什么要跳完？我跳一半就行了呀，我为什么要跳完？我操，他好魔障，我受不了他，我玩不过他。他是个精神病。刷 SC 你说我坏话，人家就刷，以前刷 SC 我就不能骂了，凭什么？谁说的？给的太多了，所以跳完了，也有这个原因吧。但是我不是属于那种。我告诉你们，跳舞是职业素养，但是跳舞是职业素养，但是确实忍不住啊。这是 U 盘点的，他俩差不多都一个劲儿啊。他是 U 盘点的，你骂了好久三内那种。他俩都差不多，他俩不是就是他们俩关系挺好的吗？我骂错了吗？不好意思，那个有点麻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没关系，都不是太大的问题，他俩不是差不多吗？差不多，有点尴尬，有点尴尬。抽抽，我记下。哎呀，做人不要这么记仇，做人这么记仇就没意思了呀。咱俩都这么熟了，你说是？记仇就没有意思了吗，宝？何必记仇呢？你说说看，你这么可爱。哎呀，三零零九那个人，哦，不是，U 盘这个人，U 盘这个人真的是贼坏贼坏的啊。这个 U 盘这个人真的是不能处，三零零九还是能处的啊，三零零九还是能处。尬住了，兄弟们。你在整个眼保健操，你有病啊！我跟你整眼保健操，我就说你不正常吧。你为什么又要骂三零九？我骂上口了，改不过来，我是。哎呦，说顺口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有一种就很顺。骂不了，忘不了他是吧？就是你赶紧给他整眼保健操。等一下，都换了，让我跳两个热舞嘛，让我跳一个，然后我再坐下来做眼保健操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我坐下来做眼保健操，完全就是看在钱的面子上，太难了。等一下，树立一下我的形象。那个舞叫啥来着？开飞机你跳吗？开飞机我没法跳，我家里没有那个小行李箱。有病吧？那玩意儿。
să bici și menoștem care-i bab nu neamă de bărzăș ca și te stane non nu mărgă受这个委屈，走，赶紧走，老子不跳这个了。什么呢？所以我为什么要换这样子的一个衣服？所以我去换一个露沟的衣服，就是一个就是露的比较多的。所以为什么你要让我跳东北玩泥巴？我穿的这么少，这个都很像我在邀请你。我说，走吧，去我们家喝杯咖啡。你说不，我要去跟我兄弟五黑。你有病吧？他们很难形容，你有病吧？你有病吧？没事，你可以 P 个雕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小声没有关系，没有小声声挣不了钱啊，没有关系，小声先淡定啊，先淡定，哼，挣钱不寒碜。没有我小声挣不了的钱啊，没有我挣不了的钱啊，没有这个地方不可能会有我挣不了的钱，哼，开玩笑。
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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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